下，也让我放下牵挂，一笔一画。铅粉绘画历史悠久，那时画面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，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蓝铅的颜料会慢慢氧化变黑，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泛铅。嗯，他怎么这么淡定啊？哎，淡定总比尴尬好。注意啊，清水要淹没泛铅的部分。知道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酒精。酒精。嗯。好好。火花，不要叫，要不断的加水，师傅你这是在变魔术吗？什么魔术？这叫火烧雏仙。好美呀、啊、哇，快烧完了。火借笔留下风花，洗尽烟尘沧桑变无暇，也让我放下牵挂，一笔一画。认真看，不要开小差。我认真看。好。看一下颜色有没有变化。颜色是不是变浅了？哦，是，哇，变浅。这是魔术。哇。鱼儿哥，秦大神，有人在家吗？这栋还挺白，确实是新厂。是啊。我这一打开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坏了，可是人家持保人交给我的时候明明是完好无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这字画给修好。我这不就来找秦大神，看看您能不能帮忙把这字画给修一下。